民进党是一个垃圾下三滥不要脸的畜生党，这种垃圾党你去理他干嘛？对不对？畜生才会加入民进党啊！畜生无罪，畜生无罪，董志深道歉，董志深道歉，畜生无罪，畜生无罪，董志深道歉，董志深。这个民进党是一个垃圾党、畜生党，所有畜生才会加入民进党、所以这个影片呢，我们等一下会做一个公布。那民党是一个垃圾下三滥不要脸的畜生党，这种垃圾党你去理他干嘛？对不对？畜生才会加入民进党啊！不是一个言论自由的一个领域，而是一个公然侮辱，而且呢员工是糟蹋咱所有民进党党员。但各于这类公然侮辱，哦，那是刑事的部分。那民事酋长的部分，我们第一个希望他能够公开道歉。如果没有公开道歉的话，我们民事酋长每一个人都要跟他酋长100万，我们会捐给公益机关。